那依照这个奖励的办法里面，总共应该会有150万的这个奖励金。那么议会在有一点有点指导，希望我们是不是跟总会沟通一下，针对这150万，是不是可以把后续大概执行如何来继续来推动我们在体育竞技方面的一些计划哈，那么能够提供一些资讯过来，然后来核销这150万。那当然总会后来画出这样的文呢，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有点觉得非常的遗憾哈。是局长，可是他那边写到短视且短命的无知议员，对议员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讲，是不是非常的不妥当？议员知道我们体育的业务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我们一直所有的相关的体育的经费都是透过议会的支持还有指导。那总会它是依照人团法来跟社会局申请成立的一个团体，这样的发言当然实务上现在目前对我们也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困扰。对于他自己单他们的一个发言，我想我只是觉得遗憾，但没有办法评论。